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愿意？你在干嘛？是不是没弄好啊？要不我先进去。等等。等我一下，可能生活就是这样，没办法按照我们想象的、准备好的去发生。我没有办法保证你每天都开心幸福，小鱼，但我会努力跟你一起去追求，因为有你在我身边。我感觉我就有信心去面对所有困难。我准备这些，不仅是因为我想更好地保护你，还因为有你出现在我生命里，才真的有了色彩。你是一个很勇敢、很可爱、很善良的人，我想邀请你，邀请你在我以后的生活里和我一起体验人生百态。怎么是你邀请我呢？是我赖上你的？现在是我要赖上你。苏诗雨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愿却只记得你温柔。